但他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楚，没有人会记得被周楚杀掉那两个是谁。这就是我的价值，我干一票吧。This isn't from my bos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on't let you rich?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Music is invaluable. It's the one thing you cannot buy with money. The plummy sound of the violin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o is the resonance. 帅的人到底会不会演戏？没有谁天生会演戏啊。嗯，对，这句话是真的。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他们两个也是一样，只是进入一个蛮好的状况而已。那他们从声色到会演的速度快不快？快，很快。嗯。This isn't from my bos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on't let you rich?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Music is invaluable. It's the one thing you cannot buy with money. The plummy sound of the violin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o is the resonance. Only a Stradivari can produce this kind of sound. That's why I say, music has its value. Okay.Fan, what's up? Go buy some chocolate. Chocolate? Quite cool. Since you think money can buy music, I just use your money to buy chocolate for everybody here. It's okay. Chocolate! 那请问一下导演啊，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就很多年轻演员啊，帅的人到底会不会演戏？没有谁天生会演戏啊。嗯，对，这句话是真的。对，所以说他们两个也是一样，只是进入一个蛮好的状况而已。那他们从声色到会演的速度快不快？快，很快。嗯，那是因为导演狠啊，因为有人要鞭策。那应该从去年到现在啊，就觉得我的中文有进步。现在谈演技，没有谈中文。不过你的中文是的确进步不少了，阮哥呢？阮哥跟导演拍戏，感觉怎么样？好啊，有点好紧，会不会怕？对，这刚开始一个半月会怕，现在不会了。现在都不怕？现在不会。你不要说你怕，你不要说你怕，我都怕。后来又不讲。导演呢喊咔是啊，一般导演是咔，对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把我当狗啊！导演，那你是怎么喊的？你可以示范一次啊！不是咔，对不对？是，没有太尖了，要低沉一点。哎，这样比较像。你刚搞的干什么？人家又没有，对不对？真的觉得我们听他这样说就很开心啊。嗯，因为那场已经 OK 了。对，那个镜头，那个镜头 OK 了。你让导演最生气是？自己讲，不要我讲。我们尽量要忘我们的。对啊，我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全忘了。没有了，因为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那个三个半小时那个吧。第一场。对，第一天，第一天。嗯，对。但是他们是因为还不到位，还不入戏的问题。其实你说哈，任何一个演员或是任何一个角色，你上来第一天或是怎么样，不可能说第一天就可以到位。对。那其实我会生气，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哦，真的部分就是讲了二十几遍你还不会，会了生气。那假的意思是故意生气去 push 你到，尽快让你 push 到一天、三天能够到位置，能够叫一天就让你到位这样子。嗯，给他们压力就对，给他们一点压力，然后把他们自尊心践踏，对，然后养成不要脸的习惯。然后变成什么戏都敢演，对对对不对？就是要放开嘛。所以二位现在。挺不要脸的，对，那你们两位谁 NG 次数比较多？我，多，为什么呢？你是怎么了？拍戏不专心？没有了，不是很多啊，很多没有，因为前一你们俩坐一起，那半月就像导演刚刚讲的，就是你可能还没有那么进入状况，然后
你也许知道你要演的东西是什么，你也做了功课，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演出那个感觉，因为你的肢体可能没有办法放松，就你想太多了。那可是等到后来，导演，我记得导演也是跟我讲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自然嘛，你就想象你平常这样会怎样，然后一般人正常会怎么做，一般人该有的反应你做出来，就后来慢慢一个半月之后，慢慢就顺了。我觉得我是因为我体力是最差的，我自己体力差，你体力差，我到过了一个时间呢，九点这样我就会很累。你是军人吗？然后我累了就，你是军人，收敛。他是艺人，艺人，异于常人。你很年轻吧？汗臭很好啊。然后我有看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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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哇！各位，哇！各位，哇靠！看吧，我已经习惯了。你为什么到九点以后就会产生想要睡眠的这种禁忌？不知道哎，真的不晓得。来，你再好好的弄一下。谁来？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再开一颗扣子，再一颗就好。这样已经不是开下面，开上面。关起来吗？没有，再开一小颗就好。很多女孩子让我们会发疯的，让我们三立的观众分享一下。Oh my god! All right! 小燕救我！Oh yeah! 对对对！哦，把我拉出来。OK OK OK。小燕有啊？我没有啦，他是下面。这么有啊？哦，对对不对？你平常会修胸毛吗？修啊，没有啊。我说真的，我从来台湾之前呢，没有真的注意到我自己有胸毛。因为我哥哥也有，我爸爸也有，所以啊不奇怪，就觉得很不奇怪，就来这里就变成一个话题。可是你会修吗？没有啊，不会修啊，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也不会再偶尔，我之前偶尔接个广告，如果要露上半身，就可能会修掉。就是像老外有没有？所有老外都有毛啊，对啊，他们就觉得那不是胸毛，不是很特别的东西。可是没想到一来台湾，那变成特别的一个特征，对不对？现在我习惯了。习惯了，对。哎，我们看看你们的，你知道。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Music is invaluable. It's the one thing you cannot buy with money. The plummy sound of the violin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o is the resonance. Only a Stradivari can produce this kind of sound. That's why I say, music has its value. Okay. Fan, what's up?Go buy some chocolate. Chocolate? Quite cool. Since you think money can buy music, I just use your money to buy chocolate for everybody here. It's okay. Chocolate! 喂、啊、对不起，请问是你捡到我的手机吗？嗨，宝贝。是你。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你不要叫你是不是啊？我们改天再聊好不好？如果今天不搞定我的家的话，明天我就回不了绿光了。就这样喽，拜拜。喂！不是，刚刚看到这个片段，我有两个疑问。刚看以为这是怎么样？外国影集啊，都讲英文了。对。第二个，为什么现场会有熊呢？那个不叫熊。叫台湾黑熊，没有，因为戏里面等于是他们是在一个国际机场的转机室里面，男女主角邂逅，那就是一般国际的礼仪，就是说我在国际机场碰到你，可能都尽量讲。你虽哎，对对对，你虽然是黄黑头发黄皮肤，可是可能就是会用英文交谈。那他们本身在戏里面他是留奥地利。留英国，他是英国，他是留奥地利，奥地利搞学音乐的，对对，他们都是学音乐，所以说他们碰面在就所以就是一趴成英。哇，那利威廉爽到了，
嗯，哦，那天的那场我很爽。我跟你讲，他们爽到我跟你讲，现在那些年轻演员小心了，又要拍我们冯导演戏，你们英文不够好，你不要想演了，对不对？像我知道了，我不会演。不要不要，我们也可以拍台一点的。你今天是讲我的穿着吗？我没有任何含义。他英文很开心，我遇到英文我就、啊、这个。那你中文不好、啊，那你剧本怎么看？我是写罗马拼音。罗马拼音、啊、对，然后我会听我的经纪公司的人来念给你，翻译给我听啊。我说正常，如果不是在演戏的，我遇到一个人像你这样，比如说你的身世什么，你要讲个成语，我会你好了不要了，我无话也无话可说。